的空气，我的波浪的空气中，这是最安慰我的唱我的声音，我了的感情，一段感情渐渐变化，瞬间给我这知影，是不是爱他无人知影，之前呢，之前一直在拍戏，很少有专辑的录制。然后前一阵子拍了上映的《角头大逃脱》，然后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就是电影的插曲。